各位早晨，今天是10月18日星期二，欢迎收看香港早晨。早晨梁海宁，早晨罗勇文。今朝早有啲风雨，系啊，天气都唔系太稳定啊，吹清劲至强风啊，几时嘅？啊，一路喂，有冇呢啲嘅呀？我会，我飞到最尾啊，冇用啦，所以梁海宁所，啊所，我嘅系啊，先要飞嘢，所下不衰不死啊，咪啊所。各位早晨，今天是10月18日星期二，欢迎收看香港早晨。早晨梁海宁，早晨罗勇文。今朝早有啲风雨，系啊，天气都唔系太稳定啊，吹清劲至强。